球正吹雞，開波。 AC 米兰对巴塞隆达，整脚直线传得好靓啊！呢球点啊？喂，龙门好嘢啊！呢个波救落嚟啊，睇落好似好易啊，其实真系唔简单嘅。 睇你呢下啦，救得靓，冇得弹啊！哇，呢个门将反应真系快过只猫。AC 米兰第二个角球啊，对手咧暂时系未有角球啊。呢个拦截真系靓啊！危机解除咗之后就立即反击啦。呢啲情况你唔入，随时人哋入翻转头啊！嗱，睇到啦，睇到有人啦。 有机会入波，呢球波啊射得靓啦，不过啊，不过个龙门救得仲靓啊！艾宁夏兰德救得好，反应快到咧，救得好，冇得弹嗰只啊！呢个龙门系抵加人工俾佢啦。AC 米兰嘅第三个角球啊！ 对手依然未有角球噶，真系冇收脚噶，有个反击机会啊！呢种打法就系有呢个风险噶啦。史尼达射佢啦，个波甩咗出嚟，碧咸传中，史尼达，喂，边个可以抢到啊？ 场波啱啱开始都有啲睇头嘅，不过睇嚟呢队波防线都几劲啊！好快咁向前传啊！碧咸，啊，睇唔睇到有队友咧吓？金美智系突破嘅好机会嚟噶，我话唔定一球定胜负啦。 回传啦，越左卫啦，马图斯，碧咸。 佢哋系得到个界外球机会，分数虽然系0-0啫，不过都好睇噶场波。两队似乎都顶埋去，入网啦，顶得唔错，不过最抵赞啊！ 都系俾嗰下，嗱佢顶呢个波嘅时候咧，佢够晒果断啊！结果咧对手唔够佢争。巴塞隆达打破僵局，话场边未入场嗰啲球员咧就好似冇咩反应啫，不过断估佢哋都应该几 happy 嘅。好，抢咗个波啦，好嘢啊，食晒个位，将个波送去边线啦，喺眼前都几多选择噶。 成个反击都唔错噶，如果入咗啊，呢球就世界波啦。睇下俾唔俾到个靓波先。嗱，佢射佢，个波过咗龙门，但系就过唔到龙门框。传去侧翼。 基利安麦巴比跳起一顶，咦，good try啊，值得试下噶，都叫做够胆起脚噶啦，不过唔中笼啊。
個龍門呢一球咧就處理得好差，直接長傳，史尼達呢下救命啊！比波嘅路線又明顯得滯嘅，碧咸個波就過咗邊線。马图斯，碧咸可以试下切入。基利安麦巴比，呢个直线靓啊！唔掂啦，俾人抢走咗啦！侧翼走位，传波俾人挡咗，系角球嚟。呢个系佢哋今场第四个角球啦。对手今场波咧仲未有角球噶。AC 米蘭可以反擊啦！哇，眨下眼就唔同曬嘅。碧咸，史尼達，碧咸，亞歷山大亞諾特有後槌頂埋去。哇，救得真係靚啊！呢個波簡直即唔係講技術去點救啊，完全係講本能反應嘅啫。跳到盡頂呢一個波，追波啦喂！巴塞隆拿攞到個波，呢腳波咁樣啊傳咗俾人都有嘅。迪保羅喺呢度出腳，睇下搶唔搶得翻個波。哎，而家可以反擊啦。Two added minutes has been indicated。呢啲嘢真係少見啦。亞歷山大亞諾特。俾啲壓力佢，睇下攞唔攞到個波先。祖利斯古定呢度有機會解除危機先。個波傳向左翼，球證吹雞咁啊，話上半場完咯噃。兩隊只係相差一球啫，咁其實領先嘅都未算穩陣啦，落後嘅都唔係冇得追噶。嗱，上半場領先咧，前鋒係英記一功嘅，不過我覺得中場都好有功勞啦。巴塞隆拿攞到今場暫時唯一一個入波，場波依然係好緊張嘅。下半場已經開始啦，巴塞隆拿喺下半場開始嗰陣就領先嘅一球嘅。巴塞隆拿似乎啊揾到空間啦，係啊，而家空間就有啦，咁啊跟住就要有球員咧肯去積極衝擊防線，製造威脅先得。有機會反擊啦！哇！呢球有趣喎，艾寧哈蘭德、迪保羅過唔到去咯，開界外球，一下橫傳啊入中路，埋腳解圍啊！咦，防線有個漏洞喎。史尼達，碧咸空咗，而家點啊？做乜咁大嘥啊？後生仔，冇機會嗰陣時又話冇機會，而家有機會啦，又把握唔到。一傳，都是時候試多啲花神嘅啦，不妨可以試下喺中路俾啲長傳啦，嚟啲唔同嘅攻勢，睇下可唔可以咧俾到波前面嘅隊友啦。咦，解除危機啦！啱啦，呢個情況應該要咁做嘅。啊，今次佢哋嘅進攻咧有啲新鮮感啦，冇錯啊。好波！起到腳啦，得手啦，
呢一球波咧就唔系苦碌噶，你睇佢入波前嗰个企位啊，真系为咗应付呢啲情况嘅啫。所谓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系咪？嗱，够胆冒险咪有咁嘅机会咯。呢场波够晒睇头啦啩？嗱，强强对决，其实多多少少都估到会打到咁噶啦。而家就系睇边个可以把握机会先啦，一定要有一个关键人物企出嚟啊！传去侧翼，呢球波挡得好啊！反击嘅时候唔够专心，失败，机会咁样浪费，失败。啊，可唔可以俾到落去呢个空位咧？哇，呢个拦截啊，落力咗啲。明明有咁多选择，点解会咁样拣噶？睇实边个喺前边啊！碧咸传起脚，哇！嚟多次，呢球入啦！爷爷又到翻佢哋领先啦！奥比力挡得到一次，就挡唔到第二次。呢个波咧，我谂咧龙门啊，好大责任啦，朱成大错啊！系佢第二个入波啦噃。Substitution for Milan。咦，两边咧都利用呢一个机会去换一换人喎，执执个阵先啊！打破僵局啦！云尼斯奥斯祖尼亚。Serge Gnabry。Number seven。Vinicius Junior。在咁关键嘅时刻都有咁好嘅判断啊！反击啦 ！Substitution in progress。阅读球赛能力好啊吓，预测到之后会发生咩事？咁都俾你估到啊！向右翼传出，美斯传波嘅机会把握唔到。我覺得佢哋唔使踢到咁有侵略性啦，而家控住個波應該都好大機會贏噶啦。出咗界啊！個波喺雲尼斯奧斯祖利亞腳下，個波傳向左翼，橫傳。AC 米兰追平嘅机会就可能渺茫咗啲，不过都唔可以放弃嘅。个预知能力真系好啊！俾波嘅路线又明显得滞嘅。啊，睇唔睇到有队友咧吓？呢个时候咧唔可以咁保守噶啦，系时候咧拱多啲人去前边攻啦。做咯，等完場啦。美斯，仲剩翻啲多時間啫，頂唔頂得住咧？有機會突破。基拿比，時間越嚟越少噶啦，快啲諗下仲有冇機會追平啦。There will be 1 minute added time。美斯俾个脚唔够靓啊，嘥咗个机会啦。时间到咯，球证明顶，巴塞隆拿赢一球啊，咁啊和波啊可能合理啲嘅，不过赢几多球都系赢啫。安迪高尔。